先来把零食推车收纳一下。然后把我的海信真空纯瓶全嵌入式冰箱503填满。冰箱自带真空保鲜科技，可以防止食材氧化。牛排和虾用真空袋一键抽真空，超方便，延长保鲜，口感鲜嫩。水果也用真空盒抽真空，不怕挤压，果汁丰富。有了它就能实现水果自由了，分类储存方便又精致。芝士片也要精致收纳。有了冰箱的全空间离子除菌净味技术，3分钟除菌，1刻钟净味，除菌率99.9%，放心囤货，健康又安心。养生食材和干货放这个抽屉，能适配干食物需求和存放模式，再也不担心受潮了。右边的变温抽屉可以3档变温，选择冰鲜模式，放心储存生蚝。平时也可以用作独立储存空间。31摄氏度急冻冰鲜，肉类海鲜营养被瞬间锁住，口感如初。还有右侧的超大变温区，可以实现5到-20摄氏度宽幅温度调节，根据不同需求冷藏、软冷冻和冷冻间自由切换。放心买买买，谁懂？这种满满当当的感觉太有安全感了。属于我一个人的大冰箱，性能赞，颜值还高。北海冰釉面板，色调柔和，60厘米纯平，全嵌3侧不留缝，正面不突出，质感满满，真是厨房的艺术品。